状态。我是 Zessy， 谦虚谨慎，足智多谋。今天我来到了和平精英的4v4团队竞技模式，因为 Mike 曾经告诉过我，这种爽快钢枪的感觉非常符合我的胃口。我换上了一把 M416， 又装上一把 98K， 这样的经典组合能够让我远近无忧。比赛正式开始，我率先从右翼发动进攻。正如 Mike 所说，这种第一人称持枪的感觉跟 CSGO 真的好像啊。前面应该就是敌人的老窝，我打开红点，谨慎地观察着动静。敌人出现了，爆头淘汰。啊哈，感觉不错哦，换上 98K 再试一下吧。有人，不好，没打中。哎呀，对方竟然也有一根 98K， 小样，你等着吧。我在出生地重新复活，来不及多想，一路小跑再次奔向战场。此时枪声不断响起，我方目前仅击杀两人，成绩暂时落后。战友们正在开火，似乎已经压制住了对手。好机会，我未做半点停留，直接冲向对方老窝。一名敌人在我眼前复活，哎呀，我忘记了，对方此时有3秒的无敌状态，看我回马枪，成功击杀。还有人，哎呀，好疼。我再次重新复活，此时我方已经完成10杀，而我却只淘汰了2名对手，一种不甘之意涌上我的心头。敌人们迎接我狂战士的怒火吧。蓝队诞生了新，我毫不犹豫再次冲进敌人老窝， M416 疯狂扫射，不好，又是无敌状态，好疼，撤退。此时敌人的脚步声追了上来，受死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恢复了一下生命，随即再次发动进攻，成功击杀。还有一人，去死吧。此时又有敌人复活，我急忙躲到箱子后面，静待状态的恢复。敌人根本没有发现我的存在，把命留下吧，还有你们俩一起倒下吧。我顶霞换弹，如死神般再次出现，成功爆头，还有机会。敌人连连后退，却无法摆脱被淘汰的命运，还有你觉悟吧。此时却发现 M416 的子弹已经彻底打光，我迅速换上 98K， 开镜瞄准，一名敌人应声倒下，还有一人，再次击杀。敌人已经杀红了眼，向我发起猛烈进攻。 98K 换弹速度太慢，我决定立即转移阵地，悄悄绕到敌人老窝的另一个出口。此时敌人们明显已经被打懵，此处根本无人防守。就是现在，一名敌人应声栽倒， 98K 再次开镜，正中一名对手的屁股。哎呀，不好，我再次复活，急速向战场赶去，最后一名敌人一定要留给我哦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队友们完成了最后一击。我是 Zessy， 这次战斗我总共淘汰了15名对手，更是创下了连续击杀13人的记录，当之无愧的成为了 MVP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敢挑战我吗？